明前面有写过。可以把下面写低、拉长、拉尖，做锋利，左边连，右边不连。一、已经写到无所求了啊，无所求了。啊，粗细上做变化，这角度上做变化。前无月明，可以来个日月明啊，至少好歹也是个变化了啊。真的是已经没有招式可言了，没有招式了，什么方法都要用上了。这个粗细呀，都可以做哈。他喜欢两个主笔画，我们就两个都生成。这个呢是第二次洗，跟第一次稍微有点不一样。斜边，拉长，这写到，啊，三横都一样，不一样是一种变化，都一样也是一种变化。那水晶宫的这个老字啊。折啊，都喜欢分两段，那就分两段吧。拉长，撇短，撇短，往上勾。我们写是可以写作粗细的变化哈，不过因为水平工都比较重哦，如果做太多粗细又觉得不像，所以像这个字啊，在粗细上就很困难。我要做个粗细，确实有点困难，所以大部分都还是粗的。第二次出现了，就是跟第一次不一样，连着拉长。指法不同，写法不同。主笔画，主笔画。靠近，写紧，写紧，再一个主笔画。好，这个已经到不知道该怎么变化的变化了。写的紧的，很苦。你追写紧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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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的，重的，短的。这边也大概写了三次。
这个角度呢，减字，这是灭字，灭字第一次，但这外形出现好多次。你比妈妈的挤到里面来，拉长送出。好，五写到不知所措，不知所措来一个超级两个长的，让不符合规范，你也是一种规范的，因为真的是不知道写什么了。这写的窄，这是写的扁，写的扁。